啊，就是刚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放松的感觉，然后身体很想跟着动，对，一定要跟着动啊！你听到音乐，如果你身体又想跟着动，你就动。对，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 flow， 就是你会陷入这个状况，你会进入这个精神状态。对，我们在练乐器的时候很需要这样，就说哎，为什么吹起来没有 feel？ 你看有的人吹就哇。哦摇啊摇啊，那很好啊。如果听到音乐，你会很自然的，不用演的、哦，不是用演的，你就是很自然的身体会这种律动，你就跟着动，就表示你进入这个音乐的状态，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所以像有人唱歌很陶醉，就动啊动，很好，那很好，那就是表示你的音乐性有起来。所以像这个 swing 是非常非常容易带出这一种精神状态的曲子。每个人听到这样东西，不管是快的，不管是慢的，你的身体就会跟着动，对，就要跟着动。对，那上面写的东西是这样，就 swing 哦，你会看到这个，我们先看这个 Hang On Little Tomato 的这个谱啊，它在开头的地方写一个 swing， 然后它写的八分音符，两个八分音符等于一个三连音的那个四分音符加八分音符啊，那其实那个意思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这边呢，不管你是看简谱啊，还是你是看那个五线谱啊，你会看到这个，简谱的话，我会找到。简谱的话是这个两个数字呢，下面会有一条横线。如果数字下面没有横线，表示它是一拍；如果有横线，它就会像是这个下面的这种五线谱这样，它等于是连着一条线。这样的话，它就是变八分音符，就是除以二。所以有一条线的时候是半拍。好，所以它会，比如说像我上面写的是这样 ，do re la， do re la， 零表示是休止符哦，零表示休止符。休止符算不算拍？要算拍哦，休止符是音哦，很重要。休止符是音哦。然后像在 swing 里面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把八分音符成对出现的八分音符，前面这个音要加长，后面这个音要缩短。原来是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半拍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然后变成 swing 的时候，你前面要变成三分之二，后面要变成三分之一。好，看到我就回来了。好，所以休止符也要算哦。所以休止符是长的这个哦。好，休止符，如果你看休止符，如果不做这个动作的话，那个 swing 就断掉了，所以一定要照着做这个动作。所以你在里面看到成对出现，只要成对出现的八分音符，不是八分音符就不要理它哦。成对出现的八分音符，但是有时候是有陷阱的。什么叫做陷阱呢？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小节啊，你会看到前面有发拉发，很明显的它是成对出现的，对不对？看简谱你会看到它是两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所以。一个陷阱是，如果你是看五线谱的人，你要注意那个休止符也是哦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陷阱在哪里呢？后面有一个发拉发，有没有还原的发？哦，用还原记号，还原记号的发。所以前面两个发是要升的，后面的这个发有些还原记号的时候，这个发是不升的。但是呢，它后面是发拉发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中间有一个一拍的这个拉，这边就是一个陷阱。哎呀，我也没跟他们讲，希望他们不要中陷阱。就是说我写简谱好，这边有一个发是半拍的，后面有一个拉是一拍的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升都是半拍的，这是一种陷阱。什么叫做陷阱呢？这边有没有成对出现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哦，你要把它这样看，它是发，然后拉，然后这边是拉，都只是中间这两个东西连起来了，但是做谱软体呢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音，因为加起来的确是一拍没有错，可是实际上呢，它是发拉，这样加起来也的确还是一拍，但是它的一拍其实不在中间，所以这个哆是短的，就是它等于是发拉拉哆，然后把中间的拉串前面发拉哆，所以后面的哆会是短的，这样是一种陷阱，这是谱造成的陷阱。但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，其实这个音乐并没有这么的严肃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在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跟着晃，去跟着这个音乐的律动的话，这个感觉你自然会抓到，它就不会这么的，你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吹出一个半拍这样的东西，因为你自己都会觉得不舒服。好，所以像这样子的曲子呢，就算没这是 swing 最大一个特点，就是说我们在音乐的结构上面啊，音乐是什么东西组成？音乐是三个元素组成的。每次讲到这个事情，大家想说是什么音乐？他们是不是音旋律，然后和弦，然后节奏？好，音乐就是这三个元素组成的。所以你看那个，所以乐团里面有什么？有这个
唱歌的，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参加这个婚宴好了，一定会有婚礼歌手嘛，对不对？他唱旋律的，后面会有 keyboard 手或是吉他手，对不对？他是刷和弦的，然后呢，后面还有一个爵士鼓 ，OK。所以我们就有旋律、节奏跟和弦都有了，对啊，随便换掉一个都可以，啊，只剩下一个也可以，但只剩下一个就比较干，至少有两个都还好。那在这个 swing 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没有鼓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你把这个 swing 的节奏做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做出节奏来。然后呢，没有和弦，所以像我们这样子在这个在这个 hand on little tomato 的时候呢，你自己就可以做出旋律跟节奏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没有伴奏音乐，对不对？听这样东西，你会跟着打拍子，就表示你有感受到那个节奏。所以这样的东西，你就把旋律跟节奏一起带出来。所以 swing 的东西为什么听起来很舒服？因为音乐的节奏三个，它有两个。那上面写的这个东西呢，是如果你想要练 swing 这样东西听起来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虽然慢慢的，可是觉得这个旋律出来好干净，好舒服。那如果你想要练 swing 的话，一定要练这一首，出现过很多次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首吗？对，如果之前那个救生都有看过这个叫In the Moon的，然后啊对，那个比较快一点，这个比较快一点，金星等比较也是稍微慢一点。那这个形式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如果你看第一行的话 ，swing 的那一不理最上面那个，这个第二行的这个，你会看到它的组成音只有三个音，对不对？就拉哆发。拉哆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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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次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把它拆成两个一组，因为 swing 嘛，我们要玩 swing， 就是两个一组，所以前面长，后面短，这样会怎么念呢？拉哆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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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次哦，拉哆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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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下一行。西瑞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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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厉害。拉哆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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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行。哆咪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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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最后一行。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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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行。好，他这样接，有没有？这样练起来，你就把这个东西练起来。我们再稍微加速一点点哦。好，第一行哦，来。一二三四，拉哆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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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走，拉哆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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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行，西瑞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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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行，拉哆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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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行，哆咪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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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行，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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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这个节奏就起来了，对。所以其实 swing 就是这样，就是你习惯这个节奏啊，然后我们有一些比较标准的，像这个刚刚讲进行等啊 ，in the mood 啊，然后之前还有一首是那个什么约书亚的那个 Joshua 的那个，那个也是，然后
樱人木，然后这个 Can Long Little Tomato 这些歌，你就常把它放在你的这个 YouTube 的 list 里面，这样，或者是放你的手机里面，每次出去就一直听，一直洗脑，一直洗脑，一直洗脑。对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从小到大听到爵士乐的机会真的很少。对，最近开始大家很疯狂去听，是因为看了这个《La La Land》。看这个越来越爱你，看完之后，哎、欸，开始大家哦，爵士乐是这样的东西，但是它的那个爵士乐还是比较深奥一点。对，像这个是爵士乐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搞到那么的深奥，也有啦，那时候也有很深奥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不拿那种东西出来，对，变得太复杂我也吹不起来。对，那这样东西是比较容易理解，你只要把 swing 做出来，这个感觉其实就会出来。那这首歌好玩的地方在于说，我们刚刚讲说你自己吹的时候你就会有旋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所以你用做 swing 的时候你会有节奏，但是更好玩的一件事情，你会发现如果你是练钢琴的，你会发现这东西是和弦，对不对？它其实这些音都是和弦的，这个第一个是哆哆发，它是哆哆发是什么？ A minor， 哎，不是哆哆发是那个法拉哆的那个是 F， 它是 F， 对，法拉哆，它等于是二转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喜瑞发，对不对？喜瑞发是降 B， 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哆咪嗦是西和弦这样，对，所以它其实就是等于是把旋律当把和弦当旋律吹，所以它同时就把旋律、和弦跟节奏全部做出来，所以这种听起来会很厉害，就是因为它三个元素一次都做到。然后所以你就算没有其他的伴奏，你一样吹这个东西会很可怕，就是会很好玩的、啊。对，我礼拜天就在大溪表演这个，然后就本来我们这样乱吹，大家在那边吹什么大阪石语什么，然后突然就吹这个，然后就录完就哦，这什么东西这样，对，效果会很好，因为这比较少听到。所以如果你连续吹的东西，我们把它放慢速度，它是这样。就是如果你加快速度吹，它的效果会更强。对，我们把它加快一点。遇到曲子的时候就再来，然后这样回来这个曲子哦，回来这个曲子，然后我们这样听一下，就是它前面的这个曲子，我们没有这个曲子没有伴奏带，但是它的 demo 带是这样，就是它会竖笛吹一次，然后呢这个人再出来唱一次，所以呢第一次竖笛吹的时候呢，会从第一页一直吹到第二页的上面的反复记号 ，OK， 然后反复回来就回头哦，回头人开始唱的时候，等于是把它从头再唱一次。那人唱的部分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因为这样谱会搞得太复杂，我把谱稍微修正的比较工整一点。然后呢，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人唱，会跳到第一页，要准备跳第二页的时候，就跳到第二页的第三行。也就是说，第二页的第一行跟第二行只有竖笛第一次吹的时候吹。好，如果你是回来第二次人唱的时候，你就跳到第二页，要进第二页的时候跳到第三行，因为它有个二法。好，然后。对，然后我们调号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跟着吹的。